民众排排队拿着红纸，准备请书法名家挥毫写下吉祥字句。为了回馈地方收视户，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旗下的大屯有线电视特别请到台湾省书法教育协会的书法名家，在一楼大厅现场挥毫送春联，要让民众开运一整年。每年哈，我们都会这个远历啊办理这个春节挥毫哦回馈收视户的这个活动哦，那我们请到这个台湾省书法教育协会的这个名师哦大师级，他们来这边哈挥毫哦，那这个是用最好的纸，就是万年红哦，让大家可以这个哈年年发，年年如意。除了书法家春联挥毫，这次主办单位还特别使用万年红的纸，让民众春联拿回家可以一整年不褪色。现场还安排了中医诊所进行义诊，以及雾峰分局的防诈骗宣导活动，贴心多样的服务也获得民众好评。觉得大屯办这样的活动，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因为我们知道过年快要到了，还是要添个喜庆。就有看到那个电视报道啊，就想说过来那个好玩一下。现场还请到剧团带来话剧演出，场面更加热闹。而一幅幅大红春联高高挂，也让一楼大厅是充满着过年的气氛。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